吃苦。我那时候还以为今晚意大利还有机会，但是你也没说，时间太久，已经回不来了。那时候当下就。看向天空，想忍住泪水，难过到讲不出话。不停搓手，难掩激动情绪。中华队在经典赛迎战古巴，最终落败，让张玉成泪流不止，令人心疼。不过他在经典赛四场的杰出表现，有目共睹。全场球迷齐声呐喊，陷入疯狂。中华队大胜荷兰，全场最精彩的莫过于张玉成的满贯炮，更让 WBC 为他创出新名词。WBC 官网 po 文，上面写着"玉成惊艳"，专有名词肯定张玉成的表现。而他效力的红袜队也在官网粉专 po 出他的海报庆祝，而他也因为招牌的敬礼动作被网友封为国防部长，还被做成梗图。留言底下一排敬礼符号要向他致敬。棒球界的国防部长也让一直沉默的军文社发文了。团结一心，永不放弃，向中华队致敬，还附上温馨提醒：真的国防部长依然坚守岗位。赛前抓紧时间练习，不松懈，优异表现都是点滴累积而来。这样的拼劲，就是张玉成能够在经典赛中多次轰出全垒打的秘诀。尽管中华队输给古巴，依旧让世界都看见台湾英雄。华视新闻张庭林、志纯综合报道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